真的是，今天其实真的很感动啊！其实不只是今天了，这三四天来哇，每天都忍着不要哭，真的。然后我们是做音乐的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所以我们就用音乐来让世界更美好。我常常跟我合作的艺人都说，我说周华健，那时候我才不是为了周华健练萨克斯风，对吧？我才不是为了这些演唱练萨克斯风，我是为的是我小时候听到的，我觉得很美的事情，所以。这两天我在脸书写说，看到这些小朋友的笑容，他们才是我们学音乐的动力。但是今天这个活动还是要靠各位的帮忙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就像刚刚校长讲的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真的很困难。我要把这几天我看到这些小朋友的演出的影片拿回去台北，给我那些可以看得到的小朋友，给他们一点刺激，因为他们这些曲子昨天才学。今天可以演成这样，而且我们如果你有时间留下来看，我们家还有后面还有两首爵士乐的曲子，那个都非常非常困难，非常非常困难。我随便讲一个大概的概念给你听，有一首曲子是降 B 小调，就是降 D 大调的曲子，也就是你钢琴上面的所有的黑键都要用到，你看有多困难，非常困难。可是他们也是一天就学完了，实在太厉害了，我看得真的太感动了。我要把他们的演奏这些爵士影片呢，寄给这些老外的原来的作家给他看一看。他们大概都没有办法在美国找到这么多小孩子演得那么好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演唱曲子是《原来你什么都不要》，所以我们请制作人帮忙把要出的演奏这首歌同学把全部带上来，改一下。小老师帮忙上。尽量让声音是安静的上台。顾好了手，好吧，手顾好。打我的手。降低气压不准备。后面加油。加油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跟大家讲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就是说以今天这个场面来说，我们去呢真的完善很多，我们有后中的同学在帮忙，有前辈大家帮忙出出钱，有学校帮忙提供场地，有所有老师，我们好多北艺大的老师，文化大学的音乐系的高材生，我们还有好多业界的前辈，大家都来帮忙。好，比如说台上这位黑色 T 恤的背对大家的，他也就是帮好多演唱会唱和声的老师。我们前面这位现在正在讲话的人，都是专门在做演唱会的歌唱老师。那大家都是把时间排开，把工作排开，全部都跑来当志工。那我们在台北这个活动，在我们业界已经很受欢迎。我们每次分享这个事情，大家都想来，所有的老师都想来。然后我们这三四天当中，其实很多老师来来回回，每一天都有超过十位的各地的老师、小老师来帮忙，真的很感动。还包括我们自己后里的很多单位，还有好比说后里的年轻的萨克斯风手都来帮忙当小老师，真的很感动。包括我们这位摄影的蓝色 T 恤的，都是从特别台北特别下来帮我们收集这些影片，因为我们学校要制作这个结案的报告。那去年的结案报告就很缺影像的资料，那我就跟他们讲，他们马上把工作推掉，器材背的就拿到我们后面来帮忙拍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我们给这些所有的志工，不管是音乐的还是后面的，掌声一下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讨论过，要把它简化，因为原曲的前奏很困难，中间有些旋律非常非常困难，它的音程很开，那个键盘不好弹。那但是小朋友既然练成了，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曲子的原版，甚至比原版更棒的版本，我们就来吧。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因为在你身后。
有个同学报自己名字。我叫陈文清，我叫邱品珍，我叫杨子玲，我叫叶庭欣，我叫郑玉杰，我叫廖德荣。来，打击的叫名字。不，陈文清。陈燕玲。我叫王。你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躲在后面大家看不到你。爷爷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小女生哪里好？这个名字。来，叫的名字。我叫苏佳宇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吴一龙。爷爷，我叫黄正英。我叫马昭道。我叫苏佳宇。我叫陈志坚。大家好，刘吉祥。我叫陈翔。我是光浩。大家好，我是贝斯手黄祖荣，然后大家都叫我爷爷。我们今天介绍到我们的阵容啊，来，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一百分。好，我们下面准备那个卡梅里，来，卡梅里的同学准备哦。好，来，小心走，小心走。我们会把刚才所有同学表演的影片，我都寄给张惠妹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副市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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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确定我们在这个车上去？我不是另外一首，我后面。啊，没炸。施工同学协助好那个乐器组，那小提琴的在后台先上来，哎，弦乐的在乐器在那个台下。弦乐。好，现场有除了我们的服务社的贵宾，还有我们的那个来宾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家长哈。是这次主办单位的谢秘书哈，相信很多的家长在我们这个筹备报名都有跟我联络过哈。那在我们的孩子准备，因为我们这次很特别，就是我们董老师他们整个团那个师资团队呢，他们尽量给每一个60个学员都有机会。我们的孩子从这次的学员从国小小一一直到大学，甚至是已经街头艺人哈的学员共有60位。那有的孩子他可能有音乐专长。有的他跟我报名说，老师，我有音乐的兴趣，可是呢，我可能我只会吹吹笛子、唱唱歌。那我跟卢高老师讨论说，没有关系，其实我们音乐营就是要让所有的孩子有一个参与，去认识音乐的美好，它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方式哈。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很特别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董老师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老师，他们把我们有小提琴可能是刚初学而已，然后我本身也是拉小提琴的，那时候想说这个可能这小朋友连假期都有点问题，他怎么来参加演奏，而且只有短短的其实只有3天半的课程。那昨天我们在整个团练的时候，其实我看了我自己都快掉眼泪，等一下再给你看一下。其实我们里面有好几把小提琴，但是可能连假期都要老师协助，他才刚刚初学。他们的你看，可以看他们充满了自信，可以参与整个的团奏，而且是比较即兴的乐曲哈。然后再来呢，大家也看到我们在舞台的左边呢是比较管乐区跟我们的吉他。那吉他里面有一两位同学是我们学校的，他们也是刚初学而已。那其实我也是在这下面也很 surprise， 就说这老师的那种非常的活泼，然后鼓励孩子的方式，等一下大家看到那么神奇，我就觉得好像吉他之神哈。所以大家都敬请期待。那我们的里面呢，我特别要介绍一位同那个学员哈，大概有个介绍就弹贝斯。我们那个黄圆脸，圆脸，我可以把麦克风给你吗？大家在测的时候，来，圆脸，你看他这次夏令营
你的，因为你是这边算是非常的前辈哈，那现在是我们音乐工作者，那你这次音乐营哈的感想，来分享给大家。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参加这次夏令营，真的，尤其是第一天当老师讲的那个协作心态，真的让我收获很多。然后又加上说这次学到的授课部分，也让我觉得哦，以前有学过，可是现在老师讲的哦，我更可以更加让我融会贯通。那如果明年啊，如果要办，如果我有时间，我一定参加。好，然后我来打一下广告。好，因为其实我本身就在玩乐团，好，然后我们团名叫做飞行者乐团，好，那都是一群我们学校毕业的同学组成的，好，那如果说大家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上网 FB 哈，到去搜寻飞行者乐团，然后帮忙按个赞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圆脸哈，这个真的也是非广告，其实大家看。我们社会投入这么的多的艺术的资源，其实不外乎是让我们的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有个未来，期许我们的未来。因为比如说我们福伦社，不管是在音乐的资助上，或者说甚至我们在交通车等等的资助上，其实都希望孩子走出他们的限制。那像祖龙啊哈，他们就是我们的毕业校友，他们拥有音乐成才之后，他们就组一个职业乐团。那也欢迎贵宾，如果有相关的表演活动，也可以邀请。不只是飞行者，只要是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，他们已经有音乐专长，我也欢迎大家。如果说不知道有哪些的乐团可以邀请，也可以打谢秘书啊，我也可以跟你们就是提供一些资讯给你们。那我希望哈。我知道，就是说，我们不是给鱼吃，我们要给人谋生技能，就是钓竿嘛。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视障音乐工作者，谢谢。好，各位老师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也是节奏先开始，好不好？节奏组，然后 keyboard bass 都升级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会说什么叫什么乐器，就什么乐器进来，一个一个加进来，好不好？然后旋律组最后还说再做旋律组，全部再进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从打基础开始，好吧？好，鼓先哦。Thank you.
少，就如果你看五线谱的话，有五个降记号，真的很困难的曲子。这个一般的，就算是明年小孩子都弹不起来，他们真的非常棒。哎，每个报告名字来。我叫做严龙。都忘记名字，再一次。我叫做严龙，大家好。Mr. Chill，、okay. 我叫黄振安，我叫王昭昭，我叫王振义，我叫苏珍，我叫苏珍，我叫王叶子，我叫苏明杰，我叫苏明杰，大声。掌声，耶！这个最平的，这个有办法。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要让你 solo 一段来。我叫柚子。来，请来唱一段，唱一段歌。唱什么？随便。哈哈哈！来，这个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叫高俊。让声音，让声音。他在台下讲话都比现在大声，来。我叫高俊。我叫李怡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伟。我叫沈燕玲。我叫宋燕玲。我叫宋文佳。好不好？来，再接着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贝斯手袁连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佑敏。来，再接着。大家好，我是吉他手张黎喜。这五个字是日本人了，好，很欢迎。我是刘吉祥，键盘手。哎，掌声欢迎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黄叶平。哎。叫什么名字？黄叶平。黄叶平。我叫易杰。大家好，超喜欢。我兴奋到都敢拍了，哈哈哈，这么高兴。好，再给他台上所有人掌声鼓励鼓励。哎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准备今天的压轴的曲目，还是要先做，先表演好了吧？我们今天压轴曲目上来的同学特别特别，我们来做这个圣汤马斯，来来来，把同学都带上来。上来都上来。我介绍一下这个曲子，曲叫做圣汤马斯，它是一个拉丁的曲子，它的节奏叫一个手来自中南美洲那边的节奏啊。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曲子，这个曲子来自在50年代的时候用萨克斯手 Sonny Rollins 的创作，这是一个爵士乐的经典的曲目，非常非常困难，在台北很多的爵士都很喜欢演出。那我们这次来安排就是这样子，想希望逼他们能够突破自己的极限，做即兴演奏，这真的非常困难。你知道这些小孩子学只没有多久做这个即兴演奏，但他们每一个都突破自己的极限，在上面找到东西来玩，真的很棒。那下面这个节奏呢更困难，这是个拉丁的曲目啊。我们昨天听到哇，感谢还有我们昨晚上的同学，把我们这个歌，这本来就是演奏曲哦，有一个女生很棒，她把我们的歌配上歌词，自己即兴创作，配上歌词，超感动的。然后她贴在那个脸书上，你上来唱好不好？你等一下上来唱，来来来，帮我把那个唱歌的女生带上来，把她带上来，带上来让她唱一遍。她唱这首歌的影片，昨天晚上连萧煌奇都跑来按赞，然后萧煌奇说他明年也想报名，哈哈哈哈，希望他真的来，来来来，来，好，今天人特别多，帮我排一下，来，那个打击组我们赶快往旁边一点点，来，管乐组往前。不要一直不要动啊，我们让小月先往前来。昨天在脸书上其实董老师很棒，那个他这几天全部在学生宿舍跟孩子一起住一起，晚上都陪伴孩子哈。那嘉威呢，他非常的非常的感动，他跟同学编了一段歌词，用我们神汤马这个旋律呢来唱了一首他对老师的爱，爱的感谢的歌曲，大家听听看。要好，来嘉威，现场给你哦，下一个。
给于胜伟老师。其实最主要是要献给我娘家。其实呢，他戚家辉是平常很腼腆哦。我常常跟他说停五秒，乔姐，对不对？他其实都在思考，可是你问他问题，来，阿伟老师，他都在思考。结果呢，我真是很讶异，因为在短短的四天，他在键盘组。那键盘组里面有一位哈、非常帅，然后非常有耐心的老师，叫什么名字？吕胜伟。吕胜伟老师啊、这个我要特别介绍，可能我们他是我们流行乐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制作人哈、也就是大家《海角七号》那部电影的这个音乐的制作人，也因为这个制作，他还得到金曲奖的肯定。那因为吕老师刚好在我们的第三天，他赶到澳门去工作，因为他们其实每一位老师，他们都是音乐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，幕后的制作人、音乐总监哈，包含蔡健雅、黄小虎的音乐什么音乐会都是他们来负责哈。包括我们董老师，他也是法国第一品牌的代言人，是国内是国际牌的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欢迎我们家威用他甜美的歌声，唱出他对老师的爱跟感谢。我就对校长噼啪噼啪，可是发泄完之后，我转头再看到孩子，然后我就觉得继续做吧。很多事情，因为这些孩子真的需要伙伴，哎，也谢谢各位真的一直支持。我觉得很，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感受到我心中的激动，因为这种激动是我们身为教育者其实最大的回馈，不是薪水，虽然钱很重要啦，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回馈就是看到孩子。他们的改变跟他们的快乐，那我真的还是拿着麦克风，我要跟着梁玉翰，玉翰来我呼喊啊、对老师的爱，你要谢谢老师，玉翰在哪里？你大声喊，你不用麦克风，你要谢谢，谢谢哪几位老师？
这个小女生很奇怪，哦，她都不爱评论，她就只爱我们阿伟老师。来，鱼涵告诉大家最爱谁？阿伟老师。谁最帅？阿伟老师。你最爱谁？我们都说这个阿伟老师在上课哦，都在练习这个口号，啊，就是共产党哦，他都没有在上课，没有在教打鼓，都在教口号，可恶啊！好，哇，大阵仗几乎都上来了，对不对？我问一下啊，台下有没有同学还没有上到台的，想上来的，都可以来，没有关系，好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啊，后众同学也可以啊，后众同学想上来也可以啊，欢迎欢迎，来后众同学，来来来。我们还有一个同学才这两天才刚刚学的萨克，我们也让他上来。好，因为这是最后一首歌了，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啊，你要想想，你要回到家，你要找一个这么多人陪你演奏，要花多少钱呢？啊，好，还有同学想上就来，不要客气哦，真的不要客气。都可以，都可以来，没关系，拿个沙林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对，你上台就是100分了，真的。好，董建强上来，社长要上来，快摇个沙林也好，啊，跟大家同乐。哎，那个二位老师，我们小乐器来来来。我们的小沙丁什么给我们社长总监来几个？耶、yeah, ，太棒太棒，跟同学同乐，跟同学同乐，真难得难得。好、哦，只是台上比较挤，不好意思，总监，这个，下去，你在前面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总监来，总监来，总监，总监大家在中间的这个哦。来来来，好，我们要拿小东西，你等一下啊。好，来了。
导一下啊、哦，我们要从打基础来哦。好，从打基础先开始，来，二位老师请。打几次哟 ？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好，贝斯吉他准备哦。One, two,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
来一个。
耶、yeah, ！掌声！恭喜你，二三。我们再一次好了，不急啊，我准备手抖，你们来 one two three four。Thank you.